高兴在这边为各位介绍这个华擎在这一次 P6C 3D Bridge 平台所推出的一系列主机版。可以看到我手上拿这块是我们这一次全新针对全球的这个游戏玩家 Gamer 所设计的一块主机版 Fatality 的 P6C Professional。 那这一块主机版的话，也是我们跟全球最知名的一个游戏玩家 Jonathan Fatality Window 所联手开发打造出来一块针对游戏玩家所设计的这个主机版。我们在外形上面的话下足了功夫哈，这块主机非常的这个抢眼。这个最有名的这个 Fatality Mouse Port，这个的话是全球唯一的一块主机板，可以支援滑鼠工作频率的调整。一般来讲，光学滑鼠的工作频率都在125赫兹，但是当你在这块主机板上插上所谓的传统的光学滑鼠，它的预设频率就会是500赫兹。你想要的话，其实在这个 F-Stream 这个软体里面，还可以把从125甚至调整到1000赫兹。那其他像是这个 F-Stream Tuning 的全功能调节软体，其实未来我们也跟这个其他的这个 Fatality 的这个伙伴们有做一个搭档合作的这个设计，比如说像记忆体或者是音效卡插在 Fatality 主机板上面的话，就会产生一些特殊的这个电压或参数的调整，可以在 F-Stream 里面做调整。这个其实都是一些附加价值，实际上针对这个 gaming 玩家所谓的 gamer 去做的一个最佳的这个提供。